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莹。今天邀请到期货威力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威力哥好。您好，各位财经急诊室的观众，大家好。威力哥，我们最近市场上是比较纠结的行情，就对，比是较不知道震该荡怎的么行办。那么投资人要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存活率，增加自己的生命值呢？好，今天威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哈，你要怎么样在市场上提升你的存活率。是。当然这边我们就会提到你想要成为一个交易赢家，有哪些关键的数字你必须要去留意？对。那首先呢，第一个是通常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交易的获胜率。是。那获胜率就是说，你交易100次，你赢钱的次数总共有几次？比如说你，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对，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哈，其实呢，这是有一点点谬思，因为其实呢，想要成为赢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数字叫做盈亏比，或者有人说叫做赚赔比，就是你平均每一笔赚钱的金额或是赚钱的点数相对于这个亏钱的金额或点数的这个比值，如果说是1:2，那就是说你每亏损1块钱，平均每亏1块钱，你平均的一个获利大概是1.2块钱啊，这个叫盈亏比。另外一个呢叫做这个资金的运用率那通常呢，你要胜率比较高，盈亏比要大于一，你的资金运用率才能拉高。是。可是很多投资人都没有这样的概念，他几乎啊，比如说我有100万，那他几乎每一次进场都是90几万、100万。那这样子长期下来，他因为他的一个资金运用过满，那可能他碰到这个操作啊，像最近这个行情比较纠结、比较震荡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其实它就很容易让它的本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真正趋势来说，其实它的本金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抓到趋势也没有用，因为你赚的没有钱下去了。对，你赚的很有可能这个你也就算赚钱，你也没有办法去补之前因为整理这一个区间所造成的损失。是。那接着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要怎么样提升你的这个这个关键的获胜率。是。那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停利跟停损。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停利跟停损呢，它分成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技巧模式。各位你可以看画面停利跟停损的模式通常有几种，大部分的交易人用的都是固定的点数或固定的金额。是。第二种叫固定的比率。那什么叫固定比率？威力哥呢提示一个重点假设现在呢股市在10000点，10000点的1% 跟5000点的1% 就差了1倍。是。所以呢，你在这个5000-6000点的时候，你抓这个50点的停损，但是你到10000点的时候，你必须相对比较放大，因为在指数在10000点的时候，50点的停损很容易就被打中，交易胜率呢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低。所以当你采用固定的这个比率，比如说我都抓 1% 当然你在5000点的时候，你 1% 是50点，那10000点的时候你就是100点，对，要放大，对，你要适当的去做缩放的一个动作。所以固定比例会比固定点数稍微好一些那另外一种就动态式的这个停损法，有些人会用像什么 SAR 指标啦，有些人会用比较短的移动平均线这都是一个方式当然你也可以运用比如说阶段式的这一个停利跟停损或者是呢第四项就是时间管理停损法，比如说你进场之后是2小时、3个小时呢，没有打到停利也没有打到停损，是那表示你可能对于行情发动的时机掌握度不太精确，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先退场做一个观望类似像这样的模式。最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停利的这一个停损停利的这个运用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用的关键来我们看下一页当然就第一点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你的停损不能太短，比如我刚刚讲的做波段，你在5000点的时候呢，你用固定点数50点，到15000点的时候呢，你还在用50点，那你就会发觉你常常被打中停损所以波段的操作停损设定不能够太短，或者你的胜率会非常的低，但是你也不能凹单把停损拉得太长，比如说你每一次呢，你会发觉你的停损都是本来是100点，然后点到的时候你又不停损变200点，结果每次赚50点你就跑，然后变成什么？你每次呢亏可能都亏200点，
然后你每次赚钱只有50点，那变你的长期下你的损失会大于你的获利。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算你的胜率高，你也不见得会赚钱。好，那最后呢，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固定点数跟固定比率的方式呢，胜率不太容易提升。为什么？因为煮熟的鸭子容易飞。比如你原本要赚100点，可是因为行情你看错，这个波动你只赚了30点，结果你没有赶快出场，结果变成了赚30点没跑，那变赚10点、赚5点，最后呢停损出场。是所以要用动态式的移动停利跟停损，这样你才能够因应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比较震荡比较纠结的一个行情，你才能够在这种区间摆荡的行情里面然后赚到这个区间的这一个小额的这一个获利你才能够在这个长期一下子整体区间一下子又大趋势的行情里面存活下来。好，那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停利跟停损的技巧各位一定要把它整理出来然后针对你的这个操作模式选择适当的停利跟停损的一个设定，这样你才能够因应未来多变化的一个趋势。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试着去试算一下你操作的周期呢这个波动大概是多少，然后呢作为参考再去设定你的停利跟停损的一个区间，这样呢你就不会有停利停损设定不恰当的一个状况。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个人的分享。是，谢谢威力哥的分析。那想更了解节目中谈到的细节内容的话，欢迎加入威力哥的脸书粉丝专页或是 LINE 的好友。那么财经急诊室，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